在整修，у нас видео стоит 500.
呢，又到阿公家附近。它是两层的。有充电，但是这里没得放行李。我现在非常艰苦的上来，然后它的模板没办法坐直，连我都没办法坐直。进步呢，就交给伟全来判断啦。